持美食节目有进步吗？他本来第一集说我找不到我自己，然后后来呢？他后来就有渐渐找到自己的风格。怎么找到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就开，因为后来就有被家长投诉说不想要看他在模仿别人了，可不可以有自己的风格？真的有家长管这么细吗？我看电视的家长都管到，所以真的有人在看。可是家长的顾虑是真的啊。对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慢慢真的现在，因为他模仿别人就变得很色情，对不对？而且就是说，就我要看一个儿童节目，他干嘛一直模仿？你知道他在 Selina 的婚礼做模仿秀的时候，他用手，你比给梁汉权看，你用手比的什么动作？是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在婚，你就比在婚礼嘛，他比这个动作，哎，就是在婚礼，他在台上，哎，气氛就台下有很多政府的高官，还有台湾首富企业家都在底下，他用手比动作，然后他说什么？我他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我那时候是台词说什么？王力行嘛？你说什么？我就说，我真的很怕纳豆再多讲两句话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如果再讲下去的话，就会碰到。你没有，你不是讲碰到的？真的，我是说讲下去会碰到。要我带出来吗？我还没讲完，我还没讲完，就是再讲下去的话会碰到。但是今天结婚了，所以可以碰到，甚至穿透。你看，甚至穿透。你看为什么可以主持儿童？然后我就说穿透 ，you know， 我是说。穿透戒指，因为结婚了，穿透戒指，他就说一干净动。现场几乎每一个女艺人都这样子。对，他是在讲我旁边是林志玲，他就看着我就很慌张啊，尴尬的笑。侯佩岑就真的是吓到，然后就说他怎么会讲这个？真的。然后范范还捂住耳朵说不可能，真的。小叶怎么掉头就走？究竟当时陈汉典说出什么样惊人的话语，让现场来宾惊讶不已呢？马上让我们一起来还原真相吧。这个刚刚有人讲到我的穿肠啊，一干净动啊，感恩，再次感恩了，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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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干净动，大家不相信的话可以问一下任妈了哈。啊，不是，我怎么被一个被汉典表演成这样？没有啦，那个因为这种话，你说在公开场合讲是要还原，比那个手势，这个还原，我觉得这个手势太吓。有吗？有，我就可以制止不了他，我就可以跟我摇头叹气，说怎么这样？没有在台上看得很清楚，大家都没有在吃的，我那一段大家都在看，大家都吓坏了，原来是吓坏了。大家不但没有吃，那个表演完，我们大家转过身就呕吐啊，吃不下。而且现场还有小朋友，你看他真的耶，还儿童节目主持人。因为如果是我女儿在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这种东西。像下次碰到捷运站的，就说一干净弄那个。他最近开始讲的冷笑话里面都是色情的耶。对啊，他刚开始跟我合作的时候，他就为了跟我打进关系，他就讲笑话给我听。他跟你讲那个老鼠跟猫的那个吗？老鼠跟猫有，那也跟你讲，那是职场性骚扰。对啊，你会觉得不舒服吗？如果会的话，就构成性骚扰的要件。不会，我看他听的都还好像还蛮舒服的。他除了老鼠跟猫，还有讲什么恶心的笑话吗？什么机械手臂的？机械手臂有没有？机械手臂，这段一定是剪掉了。没关系，我听听看。机械手臂一定是剪掉。讲，师姐你要挑战吗？讲一讲，绝对剪掉了。你讲吗？你怎么没有讲给我们听过？因为这个太脏了。没关系，太脏，你交给蝴蝶陛下吧。私底下嘛，所以听说你一点都不觉得他难聊天。不会啊，你知道陈汉典怎么解读这件事吗？哪件事？因为蝴蝶就说他跟陈汉典很聊得来。对，为什么我们都说他聊不来？然后陈汉典的回答是说什么？因为有的时候他遇到某些人，他是真的不想跟他们聊天，所以才导致他会表现出好像很不会聊天的样子。我也这样讲，因为蝴蝶是他想聊的人。哇塞，真的真的，手卡上面有，真的有。有吗？我现在找不到，但是有。我也是要看聊天的对象。所以，但是这个有。你自己来看看。我也是要看对象聊天。对，其实有啦。对，但是就是说，这个也其实也蛮。你是谁啊？不是，我没有说我是谁啊，就是说。所以我们每次在抱怨说你很难聊，你在心里的 OS 就是说，那是因为我不想跟你们聊。哦，不是哦，我有时候也是一直跟你们在聊啊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有时候开录前的对几十秒，我开录前的几十秒，我都会想到是S 姐。你如果想跟我们聊天的话，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机械手臂的故事？你想听啊，以后我就第一个跟你讲 S 姐。没有，其实今天他真的惹火我们的事情是不是这个聊天对象的事情？是。
蝴蝶称赞陈汉典说他是一个很节俭的人，就是一直都不买新衣服，然后手机到了最近才把零元手机换为 iPhone。哇！然后陈汉典说，对，因为王力宏也是这样。不是，就是你跟王力宏是演艺圈最节俭的两个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因为他上次刚刚也聊到，因为我知道力宏也是很节俭的。可是力宏节俭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想说，大家长得像，就是交个朋友。就想说，起码有一个话题嘛，要不然你们也不会注意到这一段。因为我要讲王力宏，有没有可能才会注意到这一段？你懂意思吗？我懂，你懂。你这样怎么记住我们？对，就是说，如果我讲我很节俭，然后看我节俭，好像也没什么好聊的。我们今天过去，但是说王力宏，好啊，你说你王力宏，我等一下就要问你。对，会有这种 OS， 也不至于到好啊，可能就会被你惹怒，对，就是王力宏的东西会比较好玩。你有没有哪一集是你觉得我们俩真的主持的很差，连你都受不了那个尴尬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你们都主持的蛮好的。对啊，其实你比较常让我担心哎，真的，因为有在真的很大牌来宾来的时候，我就很怕你丢脸。有一集那个外国人来，你说周杰伦跟周杰伦那一集啊 ，Seth Rogen 来的时候，对，然后他不是做了一段模仿，然后我们俩都吓呆啦。但是我回去看点阅率好像还 OK 啊，因为大家都喜欢被吓到的感觉，应该很恐怖的心情是。那段我也真的替你捏把冷，捏把冷汗。不过后来我也发现就这样啦，就是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对啊，所以就勇敢一点，就去表演。对啊，不要想太多。蝴蝶，你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你就会打抱不平说。哎，你蛮好聊的，干嘛那两个人老说你不好聊？不会啊，但是我就是觉得他就是其实在主持上有进步，就他平常吃那个介绍吃东西的口感的时候，他以前只会说绵密或者是浓郁，他现在有进步到会说滑顺和回甘，就有多两个词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要介绍那种西点，我们就去像公主一般的那个小西点店哦，然后就有那一颗一颗彩色的马卡龙，超好吃。然后他一吃就说：“哦，这个马如龙。”